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可可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工具，就是怎样在手机上面去调看网络的速度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打开 YouTube，找到右上角这个个人账号，个人账号下面呢有一个叫设置的，打开设置以后呢，下面呢我们找上去有一个叫统计，详细统计信息这一条，其实这个默认它是关掉的，是这样的情况的。但是你现在把它打开就好了，然后我们退出设置，然后点一个视频，然后呢把视频关掉，然后要点右上角的三点，三点以后呢，下面有一个就多一个选项出来，会有一个叫详细统计数值。点一下它，上画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测速的数据了，还有那个连线速度啊，还有这个视频的大小分辨率啊，都会出来的。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，有时候想查看这个它的联网速度有多快。这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用 VPN 上网的时候都会去测这个网络的速度，特别我们看到东西很卡的时候，就想看一下连接速度有多快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适不适合看 4K 啊，或者是看 8K 的视频？OK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妨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OK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